英国的酷玩乐团 Coldplay 四月才来台开唱，连续两场的演出吸引了80,000粉丝前来朝圣。日前他们在德国慕尼黑开唱时，观众席上有一名观众举着字条，希望能帮乐团伴奏一首歌。没想到主唱克里斯真的邀请他上台了。这名19岁的歌迷 Ferdinand Schwartz 在台下举着一张大字报，上面用英文写着：“我可以帮你伴奏 Everglow 吗？”没想到乐团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注意到了这名年轻人，问他道：“你是认真的吗？”最后竟然真的邀请他上台伴奏，两人合作的舞台影片在此。事后 Ferdinand Schwartz 在他的个人 Instagram 上发文对克里斯表达谢意，感激他虽然不一定要这样做，可是他却做了。而这段影片也在酷玩乐团的粉丝专页上分享，吸引了超过2700万人的观看，真的好羡慕这位歌迷。不过这是他应得的，因为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，而他也确实准备好了。